人民之歌，亦即系长巷嘅第五首。长巷第五首，人民之歌。好，音乐未到嘅时候，你先嗌句口号。林西律，下台。林西律，下台。發表了演說，我見他們好像穿了衣服又成，不如給個時間給林子健先。不要走啊，叔叔。好，在後面呢，林子健他們準備緊的時候呢，我們呢今天我們的訴求是什麼話？要誰下台？林世倫。林世倫下台。林世倫下台。林世倫下台。好了，讚人是用什麼手指？手指公。說別人衰，我們手指公向下，我們拿你的手指公出來一起向下。林世倫下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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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還有誰啊？曾蔭權下台。曾蔭權下台。好，我將時間交給回歸極都精神同埋。好了，我們的朋友今天有一個話劇是送給大家，大家知不知道林世倫都是一個基督徒啊？林瑞麟升官发财，官商勾结，香港有十灾啊！咁咧，我哋分别嘅演员有，梗系有我哋快啲啦吓，仲有呢个大曹曹文伟、Freeman 同埋 Kara 嘅。咁我哋而家留意住啦，留意住我哋里边嘅内容吓。各位香港人，喂，和平先生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传媒嘅朋友，唔系吓你，唔系走啊，小心车毁人亡，条条肥。小教會嘅，今日咧與用偉地、陳世強之前咧有個接觸，知道有乜嘢要做事。你冇咩你？今日喂，你做咩你？喂，打人啊！保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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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人啊！你打嗱，影咗你啊！冇錯啦，呢個正常態度。我哋而家有四大先知。你打份工啊嘛！做唔到話劇住嚟嘅都係，做唔到話劇住。喂喂喂喂，嗱你做咩劇推啊？你嗱，我先。
嘅新政府總部，我哋睇到啦，政府到聽日先肯開放呢個政府總部啦，完全係唔顧市民感受。自己的聲音。